关了。然后又有免费的灯笼，有没有觉得很棒？嗯，还有跟同学一样的灯笼哎。对啊，真假的？这边有十二个。有啊，你自己数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1、2、3、4、5、6，加起来不是十二吗？哦，那你来推推车好了，我要一次拍完好了。哦，我知道意思了。等一下啦，有人挡住了。天平吗？对啊，天平座。刚好是女生。真的、啊？所以天平座是你啊？天平座是你啊？嗯，还有妹妹。好嘞好嘞，空手空手就好。这是披着人皮的熊哎、欸！那就是厕所。哦，对啊。坐台车坐过来。对啊，要坐区间车，要坐像这一种，我们每站都停。